信唔信有外星生命體呢？咁其實呢個問題我都諗咗好耐，但係到最後我覺得係有嘅。咁係啦，咁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喺成個宇宙某一個地方，即係喺地球之外啦，我覺得會總會有一個地方係發展得好犀利，佢哋嘅科技可能比人類已經係超越到某一個地步，即係可能有隨意門啊。你想那樣東西你就可以有那樣，即是可能有很多科技，還有他們的人可能不是好像人類那樣，即是不是有肥膚啊，即是兩隻眼啊，一個鼻啊，一個口，可能他們是這裡幾個口啊，腳伸在頭上啊，怎麼都好，那是另一個方式去存在在這個世界上。因為所有生物都是由一個細胞組成，那我不相信這麼大的宇宙裡面是只有地球有一個細胞啦，咁係啦，咁大個宇宙總會有好多可能性。咁我信唔信 Penguin 粉紅貓係外星生命體咧？咁其實我信嘅，可能佢喺我哋側邊嗰度呢度，唔知係咁，我信嘅。